啊，我只能说我昨天看到小布好像看到我自己的感觉。但是如果不想输给他们，我们就是自己在加油在努力而已，就是这样。好，我们看到学长其实今年国庆啊，有，我觉得他是老来呛，因为今年当然守备不用讲嘛，他是最稳的一垒手，但是他今年在那个打击的数据上其实我也觉得蛮精彩的，而且在很多关键时刻其实国庆都会挺身而出，我帮助球队拿下分数。那对于自己今年这样子，而且今年还身兼任那个球队的队长嘛，其实也看到国庆很常在球队的事务上去帮我们的选手们争取很多事情。那对于自己今年的球技，因为你之前有说你要继续打到40岁2000安嘛，那其实有吗？有吗？有2000？谁说的？有啊，你有说吗？有没有？大家想不想？好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几年，这包含自己今年的一个球技的状况，你觉得目前自己是这个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是你觉得、OK？ 身体状况是 OK， 那就是在球场上的技术上、技巧上，感觉还是要再加油。那就是希望明年的身体能够调整得更好，我相信应该成绩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如果打好的话，球队如果赢更多的话，我接着价值更高了。耶！让国庆再战10年。好了，其实国庆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草地音乐会，自己觉得怎么样？好玩吗？有没有万人演唱会的感觉？其实蛮紧张的。真的好玩。因为上一次好像，公司也有安排了，唱了那个什么《华裔流后》然后。被球员都笑得我自己都很尴尬，所以我还是唱国语的，下次唱英文的给你听。那觉得自己的今天的表现有血耻吗？跟华裔流后比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首比较好听？等一下，谁是 Uncle？ 谁是 Uncle？ Uncle 我刚被选进来了。啊，对不起。